你认为洪都拉斯大概会选在什么时间点宣布？当然，这跟我们之间也要同时要一起联动。可是，像很多人声音就说了，会不会选在蔡英文出访期间才公布呢？跟我们断交了。嗯，对，因为美国派特使去那边说服他，不好，我看起来机会不大了。因为坦白说啊，因为中国大陆是派了施工队，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是用金钱外交了啦，他很久没做这个了。他就是直接，就是说你需要什么，然后因为他基建比较强嘛，他就直接那个施工队就已经去帮他做水电站。是，那那个水电站，坦白讲，这种施工能力，美国跟台湾都没办法提供啊，因为金额听说高达3亿美元，哦，那这个我相信一定会有附带的条件啊，比如说他现在可能越来越是跟当事国，比如说我帮你盖，那接下来的营运啊，我才从里面得，因为你会收到电费嘛。嗯，实际上我们台湾也是这样，我们台湾早年没钱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个从电费里面去支嘛啊。所以这种模式，我估计美国跟台湾都没有办法提供。那这一次美方派这个他们的特使去谈，他们有谈这个吧？对，可是人家要的，我跟你讲啊，现在就是现在已经不是在那种。好像非洲刚开始发展那种原始状态，人家都已经到一定的阶段了。那一定阶段所需要的协助，就不是说你来帮我盖个场馆啊，派个龙根队来就可以处理的啦。大概都是要么就是一定长度的公路、铁路，对不对啊？不然就是一个发电设施，那不然就是一个码头啊。那这种坦白讲，刚好就基本上就超乎了台湾的能量了。但美方难道不能做这件事吗？美国的基建能力真的刚好就是最差的，对。而且美国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那他还会去计较获利啦，那那个过程会蛮长的哦，你知道吧？哦，所以美国这个事实上就是美国这个体制造成的啦，就是里面有国营事业嘛，所以你去看美国跟欧洲本来不是要推出一个6000亿的基建计划，你有看到在推吗？因为他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请问有哪个民营事业愿意去接啊？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如果大陆真的提出像这样的条件，然后去帮人家基建的话，那所以我们其实不是要不要想不想，而是实力不允许。台湾跟美方都是。事实上是，事实上是。所以我事实上我曾经有一个直播，我就叫说，为什么美国在第三世界会节节败退？这个就是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一带一路吧。一带一路为什么会扩展的出去？那你美国每天都在那边警告人家说债务陷阱啊，啊，问题是我需要钱啊，我需要建设啊，那请问谁可以给我融资？那谁可以先帮我盖好？因为盖好之后我才有发展，我才会有后续的经济发展的可能嘛。那这种问题，第三世界普遍都有了，那就刚好中国大陆它的融资也方便，然后基建团队也完整，哦，就刚好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那你去想一想，光是中美在第三世界的外交竞争，美国都比不过了，那台湾怎么比？是，而且中国大陆因为它已经外交已经发展到，比如说我随便讲好了，比如说洪都拉斯下面是尼加拉瓜嘛，那上去就是瓜地马拉，那他有时候在评估一个建设就考虑到3个国家了，所以他有时候是做区域性的建设。那这个哪一个国家能这样做啊？这个一定就是一个长期投资嘛，啊，比如说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国大陆上次就是跟非洲那个什么普林西比啊，那个名字很长，名字很奇怪啊。那他在那边投资啊，就投资要帮他盖一个港口啊，哦，那个港口也不少钱哦。那很多人就觉得奇怪，这个国家人口那么少，那你就是站在台湾角度在思考，针对一个国家。哦，那事实上，他盖那个港口是区域性的，不是 for 这个国家，他针对5个国家，对，你知道吧？那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就是因为他已经累积到非洲各国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到时候周边的国家也用得到这个港口，那刚好都是重要的投资国啊，所以他现在已经到了区域布局的这种阶段了，所以你就会很难跟他竞争了。那既然这样讲，亮哥，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美方跟台湾都拿不出他们想要的条件，那看起来目前其实从上礼拜就已经大势已定了。那时候我还特别提醒我们的小编说，大概这一两天，如果要是真的已经断掉的话，我们要再去改标题什么的。可到这礼拜还是一样，看起来非常的已经话都说死了。那他到底在等什么？既然也没有，还要再等另外一边？不是等洪都拉斯啊，是等北京宣布。北京事实上是怎么回应洪都拉斯的？洪都拉斯是总统写推特嘛？对，然后。推特就表示是白纸黑字，是我表达我的意向，对不对啊？那北京方面就做出回应嘛，说我们很乐意跟洪都拉斯有进一步的发展嘛，那站在一中原则下嘛，啊，所以。我认为就是在选一个时间宣布。哇，那如果是主控权在大陆身上，那很精彩哦。那我真的觉得就很有机会是在蔡英文出访的时候。是啊，这个本来就，我跟你讲，这个还会联动到4月30号的巴拉圭选举。对，因为洪都拉斯就是因为中间偏左的联盟比较胜选嘛，对，所以他就说他要跟中国建交嘛。巴拉圭目前也是中间偏左的在野党，表达他目前这个立场。那最近拉丁美洲的选举很多都是中间偏左上台啊，比如说巴西、哥伦比亚、洪都拉斯，接下来轮到巴拉圭啊。那如果巴拉圭也是中间偏左政党胜选，人家已经料化了。对，那8月15号是总统就职，那蔡英文就不用去了吧？对对，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坦白讲，就是确实有一些变数跟风险存在。那现在我们看外交部其实有一点点已经在先打预防针的概念了，就是不管是你听到次长出来讲，或者吴钊燮本人出来讲，他们都有一点想要塑造一个哦，因为这次洪都拉斯可能跟大陆之间的合作，像你刚刚听到亮哥解释，你就知道这跟什么拿什么砸大钱、金钱外交已经无关了。那没关系，他们想要灌输你。中国大陆现在很少用送钱的方式，很少了。那但他们现在是用这个认知作战灌输你这个概念，然后告诉你说，我们今天如果被断交，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再拿钱跟人家进行金钱竞争跟金钱游戏了，所以看起来他也为今年也许不管减一或减二的邦交国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就是中国大陆要不要跟你玩这种邦交竞争游戏？你说清零啊？他不清零的啦，他没办法清零啊，因为有一些国家他没办法处理宗教的什么的，比如说梵蒂冈嘛，那还有南太平洋有一些国家跟美国是有防务。委托的协定，那我事实上，洪都拉斯旁边那两个国家就是小英拜访的嘛，贝里斯跟瓜地马拉。那为什么你不去洪都拉斯？没错，对不对？你既然安排行程，那邦交国怎么刚好跳过这一？局势有点诡谲嘛。不，一定是对方拒绝嘛。不然你怎么会不顺道去？这说不通啊！而且这三国啊，洪都拉斯还最大。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亮哥已经跟你们讲哦，就是现在不是洪都拉斯，像我刚刚问，为什么上周看起来讲很硬，这周也讲很硬，大家等什么呢？就是等北京这边什么时候要来官方宣布？那挑的时间点就肯定是政治考量啦，一定是政治考量，一定会是一个敏感的时候，或者是出来之后哇一个。因为其实已经大势已定的事情，你本来是确实很难再有一种 wow 的感觉。可是选对时机，哎，适当的打击还是有效的、哦。尤其是如果你人刚好在瓜地马拉或贝里斯的时候，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啊，他说断交危机的导火线，哎，你各位啊，那个特别呼叫一下，马维拉又要上场了。他说是因为前总统陈水扁的任内承诺了洪都拉斯的帕图卡3号水力发电厂，却在马英九执政时期胎死腹中，才导致洪都拉斯的不满，台湾认为台湾是没有信用的。那蔡英文已经执政了快要7年了，那怎么不能够弥补伤害呢？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啊！因为你如果已经执政了6年了，那就不要去归咎上一任了啦。对啊，我跟你讲啊，那个我们看断交啦，陈水那个李登辉任内是增加5个邦交国，陈水扁是丢了6个，然后马英九只掉了1个。就是那个他掉一个是冈比亚嘛，那冈比亚是他主动跟台湾断交，可是大陆也没跟他建交、哦。大陆直到小英上来才跟他建交、那小英已经掉了8个，
所以你看很明显就是民进党执政就是会掉邦交嘛，是这个非常明显就是两岸竞争嘛，这个太明显了，这个跟什么经济承诺那都不重要了，因为李登辉你不要忘了那个时候他也是国民党，简单讲就是说国民党在处理两岸关系确实比较可以得到一些默许啦，就是说啊这种事情就外交不要硬干啊，不然怎么可能你最近这个从总统民选以来嘛已经27年了嘛，对不对？那邦交国总共掉了14个，15个啦，啊，那马英九只掉一个啊，6个是陈水扁，8个是蔡英文，那蔡英文眼看要变成第9个了，对不对？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就你要跟他做主权竞争嘛，对，那他就不客气了啦，就是这样啊。海皇 XO 干贝酱这款干贝酱呢，里面真材实料，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